国语有声善书。武庙明正堂善书，末法慈音，第一部，主祝仙佛为无极老母。本堂主席观恩师登台，盛世恭接昊天著书预诏，命本堂福神十里外，命本堂城隍五里外迎广，其余神人及本院众修士排班候驾。钦差大臣王天君将师日宝书铸造将明堂，心计元灵不畏忙，阐述真修真练理，京城必可不康庄。盛世颁宣预诏，神人持香功力接旨，不可失仪。钦奉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诏曰：朕居尊而见卑，无时不以苍生试念，尔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开堂阐教，数十年以来其奇鸾物无有中断，为上天之喉舌，以沙盘木笔传真诸天圣神仙佛之理，教化人心，敦厚民风，因而无极老母特别必重尔堂宣化之良效，且神人同心革新旧俗，以新颖传播方式宣扬义训，获得海内外黎民爱戴。因此无极老母已为教化乃是百年大业，虽然无极宝训告一段落，但是老母慈心上悬黎民，是以在请命，不畏迢迢千里里云路，仍系于每月最末第四周周日往返降鸾，以启迪元灵良知良能，早日返乡同聚。朕虽不忍老母辛劳，但慨切意命整元度民之心仍是不敢违逆。是以今起诏已到，班赐尔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众神人负起护法重责，再命赵天君子龙绿御林军三千护驾，以利老母降鸾与黎民会晤之便，并提示书之言末法慈音。指到之日，肃清方圆300里之妖分，必以老母会晤群生无有干扰。莫负朕意钦灾勿呼，叩首谢恩。本堂主席观恩师登台，盛世颁宣铸印末法慈音之书立。末法时期，人人必须迅速明白什么是我，我即是有空间时间有限制的念头，世人需要平除我才能恢复本真，然则大多难以办到。架构我的存在是由种种念头所形成，所以当无我时，是否也代表消失了性命呢？这个问题经常萦绕在诸多修者的脑海，以至于越修持越执于我，因为性命的概念一起于我。然则世人已经拥有了许多念头，所以无极老母苦口婆心教诲世人明白我，去除执念。纵然无以生而知之，性能学而知之，而此学急需配合行，才能由知行合一中达到去执的良效。去执的首要功夫，便是能够消解宿世及今生因为执着所造的业障。赏律凡铸印达百本者，准予赐增贵人福运，而增智慧，消解恶要突来干扰之机；凡铸印达500本者，准予消解灵障杀业因果，或为身体健康，或为功名运势，或为人我感情之事，依专书准予所请；凡铸印达1000本者，准予消解因果公案已庄，化解命程所铸之病恶达1%，并可专书其请回向功德养护元灵术；凡铸印达5000本者，准予消解因果公案3桩，并增添福寿资粮人生总量1%，且可依专书回向已渐入本院之修士或正道仙佛，皮增道果以其脱离业苦；凡铸印达1000本以上者，准予消解已是因果公案，增生福禄寿资粮人生总量1%，并可依专书其情所求，依成照准。老母苦心迢迢云路为与众生会晤，而续铸宝书教化十方，甚盼世人知恩图报，以散播慈音回馈私情。小编提醒，其实武庙明正堂无极老母娘降下元灵源，就是希望借由种树来减缓全球暖化之浩劫，更希望借由种植个人的元灵树增加元灵的光彩，安排完整回到无极李天之计划，种植累计达5年更可筑及无极正道院，让我们永脱轮回，等同回到西方极热净土。老母娘赐下无极正道院与武庙明正堂，此灵修院正道者准予永脱轮回，以回无极李天，望大家把握替自己与家人祖先超拔与生前筑基哟，正道者是可以永脱轮回哟。
小编整理末法书籍一，一贯天道，求道者天堂挂号，地府抽钉，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，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，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济公活佛净土修行。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，仍杀生造恶者，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，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，亲口后则有两位入鸾道五庙明正堂、拱恒堂、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。二、消业障解因果，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愿忏班之外，还有义赤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。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，或者消除业障，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果，并延寿120天。拱恒堂圣书现世报律例，五庙明正堂圣书孝劳注印签本，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。三、积累功德，除了三布施与真诚来做无为法行善之外，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元上礼天一本次记武功，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20德，准与转为阴德，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。四、超拔与生前住籍灵修院，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。五庙明正堂，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，无极正道院，正道者可永脱轮回。义赤拱恒堂，由昊天关皇赐下之昊天子寿灵修院，可证弥勒净土内院，超越生死。不管是什么信仰，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。信仰一贯天道者，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紫阳关考验，考验通过可证果，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。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，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，免于打回地府地狱，有个地方再度修行，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。望大家把握机会，皆望大家都可正果回天。五、发愿往生弥勒净土，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，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，愿意往生弥勒净土，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。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，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，建议您可以向义赤拱恒堂询问，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，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10声南无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。
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兴建凌霄宝殿，希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